西西，快回！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只会让我越来越恨你。李泽良，给我开门！李泽良，李泽良，李泽良，给我出来！李泽良，西西，你先把血清带去密室，听话。李泽良，给我出来！李泽良，进去吧。我知道你在里面呢。李泽良，给我出来！谢律师怎么突然跑到我家来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找苏协议，他在里面吗？协议是在，但是不知道谢律师找我女朋友做什么。沈雪清也在的。雪清？雪清不是跳河自杀了吗？怎么，谢律师难道隐瞒了什么？少跟我装！谢律师，你想私闯民宅吗？私闯民宅是犯法的，你作为律师不应该不知道吧？赶紧把他们俩给我交出来，你可别浪我手上的东西。那段录音，协议都告诉我了，你的那些录音是剪辑过的吧？如果你敢发出来，我们就会找专业的人士进行技术鉴定，还有你手上的那些其他证据，一样也经不起查。我告诉你，谢明航，你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我的东西，反倒是你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你的下场。你说沈雪清吗？别说他是个疯子，说的话没有人信，就算是有人信又怎么样？我可是个律师，我怎么会知法犯法呢？知为那些钱可都进了他的账户，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谢明浩，谢烨，你这个禽兽！我爸爸好心资助你，你却把他逼得不得不跳楼自杀。我姐姐那么爱你，你把他逼得自杀发疯，毁了我姐姐的一生，毁了我整个家。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谢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我的人，你现在为什么要站在我的对面呢？来，告诉你，你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报警。谢烨，快回！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只会让我越来越恨你。好，苏谢烨，你会后悔的，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人。只要你们俩在一天，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他。看着吧，我会拆了欧曼的牌子，会让李泽良被我踩在脚下，直到你跪下来求我，回到我身边。疯子，阿言，你谢明浩这么极端的性格，我怕他会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来。你和雪晴都回来了，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，反而该害怕的人是他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